韩市长新马行程被独家曝光详细的相关行程细节。我想待会呢，杨秘书长是不是要针对这一点呢提供一下哈？韩国瑜出访新马前，明明行程都还没公开，青绿媒体却连什么时间跟谁会面都写得巨细靡遗，甚至后来还有请假公文流出，不断有人扯后腿，外界直指是否有内鬼，议员点名是秘书长杨明洲。我想杨明洲秘书长应该不用回答了，我就直接可以回答，我们这个团队目前都相当好，而且未来我相信会更好。韩国瑜直接出面力挺，强调合作没有问题，化解外界质疑。但他也首度证实秦韩小组的确存在。事实上，我韩国瑜当市长，我也很清楚，每一个礼拜就有人在开会，就有人在开会，就是所谓的针对我的状态，每一个礼拜都开会。我们有一些官员也参加，但是我从来不点破。为什么不点破呢？因为大家要看。我们是不是真的用心在做嘛？如果大家都发现这个市长跟市府团队一心一意为高雄市民拼的时候，慢慢这个怀疑的眼光就会淡掉了。是谁每个月在讨论黑函？韩国瑜心里有底，但不肯点破，依然对公务员很有信心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人的心是肉做的。他发现真的大家都是想冲高雄的时候，这种想要抓我们的把柄，抓我们的弱点，检查韩国瑜有没有贪污舞弊等等。他会慢慢淡掉，我相信这些公务人员素质是绝对是非常好的，包括杨明洲秘书长，绝对都没有问题，我们的合作非常的愉快。韩国瑜不愿整肃异己，反而要靠实际行动化解秦韩小组，让市府团队有更多的正能量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